走吧，我不想走，走，我想陪着你，走，快走，我没骗你。 司令，我只过账，不过钱，这您是知道的。这事儿怎么都赖不到我头上。那孙建成呢？建成已经死了。死人未必就没有嫌疑啊。建成是冤死的。那你觉得内鬼是谁啊？老乌。为什么？南岳和黑王。 肯定是被老乌利用了，失手杀了我们家建成。但是，事情肯定出在老乌那儿。为什么？蓝韵和黑娃看起来虽然很有嫌疑，但是他俩根本就没机会动那几箱金条。你是说蓝韵和黑娃根本就没见过那些金条是吧？是，因为金条的木箱子是通过邮局寄来的，由老乌亲自去邮局。 运到银行的那一天，建成，这在邮局已经验过了，700根一根不少。可是，吴导，我们这边的程序是……放心吧，把它看好了就行，好吗？走吧。 你是说箱子在运到银行之前，里边就已经是水罐？是，而且只有老乌一个人去邮局，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第二个人参加，不是他会是谁？那从邮局到银行的金库是谁接收的？孙建成吧。嗯。那现在孙建成已经死了，当然可以这么说了。何老爷。 你对我的大恩大德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就算把我们杀了，我也不能干出这种事情啊！你接着说。其实，金条运来的第三天，我和建成去过金库，就是因为建成他没有亲眼看到金条，他不放心。 孙建成把他们三兄弟约来想干什么？他就是想跟大家说清楚，想当面跟老吴对质。我还没等到说话。行了行了，不用说了，不用再说了，我知道了。走吧。
司令，你绝对是谁？不知道。做几件事情。一，去所有人的家里，找我们的金条，顺便把所有的蛛丝马迹、可疑的东西装箱封存。二，去邮局。 查老吴的接货地单。三，调查黑娃在凌云县的资产。四，到民团密查来源的所有的账目。五，去银行把这些年所有的账单拿回来，记住所有的。 黑娃在凌云县城开了赌场、妓院、烟馆，一共6家，我去查过了，所有证据都没有了。证据呢？是他派人去销毁了，这个人被我跟踪了，现在所有的赌场、烟馆、妓院都跟他没有关系了。司令，我看这几百根金条，就是黑娃干的。黑娃到现在。 还能顾得上赌场、妓院、烟馆，那就说明他跟这700根金条没什么关系，不是黑娃干的，我确定。 件事情，金条运到银行以后，你为什么不让孙建成开箱验货呢？这个是我们去邮局找到的，你的接货凭单，上面写的根本不是金条，是水管子。听好了，以你的手段。 买通邮局的人，制作一个假的接货凭单很容易。你掉包了，把金条换成水管子，是这个意思吧？不对，不是我。那这个怎么解释呢？老大，嗯，我本来想把真相烂在肚子里，事到如今，我只能说实话。 真正骗我们的是查理，他根本没有寄金条。皮特镇给我打电话，亲口告诉我，说查理。 往风雷镇寄了700根金条。狐狸，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，怎么这么犯糊涂？查理做事滴水不漏，就算他记下来了。他凭什么跟皮特陈说？不过是之后的一句话而已。不信的话，你打电话问，问他皮特陈是不是亲眼看见查理把风雷镇的箱子寄出来，是不是亲眼看见？ 箱子里有金条，查理这狗东西，打电话告诉我，要通过邮局把金条寄来。当时蓝玉黑娃都在，可是我去接货的时候，打开箱子一看，没有金条，全是水管子。我不敢说实话，因为当时大家都顶不住了。我只能告诉大家，上海寄钱来了，我们有钱了。 这样我才能稳住蓝韵的民团，黑娃的回龙场。为了保密，我连孙建成都骗过了。如果我告诉他们，寄来的不是金条，是水管子，
疯了，人早完了。要是你，你怎么办？真是纸包不住火，你瞒不住了，怎么办？拖一天是一天，我真的无能为力服他，真的。老五，你这话听起来特别可惜，但是你蒙不了。 你蒙不了我，查理。如果想黑这700根金条，他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？寄什么水管子？给你们打什么电话？做什么其他的事情？他没有必要，他直接把这700根金条拿走不就完了吗？因为我告诉你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 有这700根金条的存在，我不知道。你怎么解释？啊，司令，我知道，有800根金条，富有银行的账上一直都有的。上海支行一直都有这些钱，就是800根金条。有。 有这800根金条是吗？账上的记录是有的，很多年了，但是半年前一下就没了，后来富有银行也就垮了。听到了吧？听到了吧？福堂，要不是姓在这儿，我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！查理独吞了800根金条，却告诉给咱们寄来了700根，两家银行的往来不可能经过我手。 他们关起来，关在一块儿。是。 死也死，活也死，这点担当应该有。我给你们一个晚上考虑的时间，明天早上8点之前应该有人站出来承认错误。如果没有人站出来，你们四个。 劝上，不要逼我。
你们说说吧，这儿没外人，是谁干的？谁站出来？老吴不说了吗？查理干的。他的话能信吗？明明就是推卸，想把水搞浑了，对吧？你说我推卸，好，就算没查理这事儿。 那以前的钱呢？去哪儿了？风雷镇是谁管？败在谁手里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不服啊？大哥不在了，我这章应该挂你身上，是不是？你不就是不服吗？大哥走了以后，风雷镇应该归你管，对不对？我管比你好一百倍。终于有人说实话了，老吴。 你总是自己感觉很好，你是不是觉得比我俩都聪明啊？是不是？你想说什么？我问你是不是？是，最起码比你俩强。对吧？你别笑，你那脑子就是一个木袋脑，我的智商是你的10倍。你智商高，我他妈是木头脑袋，你什么脑袋呀？ 别说这没用，就算没金条这事儿，风雷镇不允许开妓院，不允许开赌场，不允许开烟馆，你全干，黑吧？你毁了风雷镇，你该死！我死了，你吃什么呀？我不开妓院，不开烟馆，不开赌场，你他妈早饿死了！你不瞎折腾，回去还能有现在吗？我瞎折腾，我现成也是你怎么丢的？啊？ 是哪两个王八蛋像苍蝇一样整天盯着我？不盯着你，你跑了呢！风雷镇的事怎么跟不到说？我怎么知道他会出来？现在说的是金条，不是回龙场。老吴，你别老往上扯，心虚了吧？蓝月。 你总愿意替他出头，觉得身上自己没毛病是吧？不查你，不见得你身上是干净的。蓝月，市民团空饷的事，我很清楚。查呀！你现在就查，查我哪里拿空饷？查，老吴。 不说，伤感情。咱们现在还剩下多少感情啊？咱们现在还有感情吗？你们说了没？别扯这些没用的，大哥都说了。 我们都是死过几回的人了，痛快点儿！至于吗？你们三个人是谁？站出来！你把自己宅的挺干净啊，说归说，事儿归事儿。我总觉得你跟孙建成嫌疑最大。早知道你他妈在大哥面前说我坏话，你敢做我不敢说吗？蓝韵，你瞎了你的狗眼！你再骂一句，狗眼！ 别把，你走不是原来的黑娃了，我走他妈要揍了你！我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兄弟们，让人看笑话，让府堂心寒了。
是谁？啊？是谁就赶紧承认，只要他敢站出来，我老吴跟着一块扛。好，说出来我愿意扛。是谁？我。我凭什么扛？我凭什么扛？我可不扛，我是干净的，我凭什么扛？我不扛，你们要扛，你们自己扛去。你们都别看我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怕死，我怕的是大哥瞧不起我。你他妈有问题！我他妈没问题！行了，这事是我干的。嗓门大，嚷嚷，嚷嚷啊！嚷嚷就有理了是吗？不说是吧？明天一块死。你们这是干嘛呀？我是无辜的，我被你们牵连进来了，我是无辜的。你觉得冤枉你了吗？孙建成一死，他的嫌疑最大，你不应该扛吗？啊？再说了，孙建成所做的这一切，是不是你指使他？建成是被你害死的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建成要是冤枉的，你说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他是冤枉的，你怎么办？你说。我拿我的命给他扛！李雪，你好吗？风北镇的风好大，到处是风，我快站不住脚了，很冷，特别的冷，我的心都快冻碎了。但是别担心我，有你，我什么都不怕，真的。只是想你，特别想你。老吴，我想了很久，很久很久。那个想害死我的内鬼，就是你。为什么是我？黑娃和蓝云不可能，幸福建成不可能，查理就更不可能。听我说，你们都是我生生死死滚出来的兄弟，都是光明的交情，但是不太一样。黑娃和蓝云是从小跟我光屁股长大的，他
他们俩脑袋里长不出别的东西，是他们想杀我，我不信。说幸福建成就更不可能，不说知恩图报吧，就是这么多年他没有想黑我的钱，在丰威镇最鼎盛时期，富有银行最鼎盛时期，他们早就可以下手，不必等到现在。这事儿说不通。我说到查理，我们一块儿坐过牢，这层关系别人很难体会。这小子人长得很精，其实心地特别善良单纯。他如果想要钱的话，会跟我直接张嘴要，不会用这种手段。那现在就剩下你了，老吴。咱们兄弟俩几十年出生入死的，死了好几十回了，你救过无数次命。但是好像就是心里好像隔着那么一层东西，然后说来荒唐，就像我现在连你真的名字都不知道一样。这七百根金条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是，拿了就是拿了，现在拿出来没问题，你花了都没问题，只要你告诉我。你算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嗯，给我一次机会。人心呐，人心呐，不打。你这么吓我，他们是兄弟，我不是兄弟。啊啊！你没有任何证据，你为什么这么怀疑我？为什么呀？啊！我懂了，我们心里一直有隔阂，我们始终有隔阂，是吧？啊，就因为距离你产生了疑惑，没有别的事吧？哈哈，这他妈是什么？这他妈是什么狗屁逻辑啊？是你哥们他想出来的吗？啊！还因为凭什么？凭什么呀？何福堂，我上辈子错人了，我跟错人了，你杀的我心好疼啊！多疼啊！老吴，别他妈叫我，我没有名字。要不你让我走，要不你从背后一枪打死我！啊！子乔。
说个事情，这乞丐根金条的事情，我不查了。我回来不是为了这个，这件事情不会有结局的。 我不该查这件事情，我向你们大家道歉。对不起，杏儿，哥错了，哥不该打你。他们几个打了就打了，你是个女孩子，对不起啊。蓝玉，你杀了建成，你现在该怎么办？ 嫂子，对不起。起来，你起来。感谢大家这些年生死相伴。 只有这么多钱了，每个人32块钱，散伙。哥，谁让走谁走，我不走，我留下来陪你。 我也走了，司令，我不走，我留下。司令，我也不走。 建军，弄错了，这不是我的箱子，这谁的呀？这谁的？
谁的箱子？黑娃。 查理的钢印怎么在你这儿？什么钢印？我问你呢，查理的钢印怎么在你这儿？司令，查理的钢印。 黑娃的箱子里。黑娃，怎么查理的钢印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东西不是我的。啊，你看看其他东西是不是你的？是不是搞错了？ 其他东西都是，这又不是。啊，哎，建军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当时搜查黑娃家是谁啊？应勇，对，应勇，到。黑娃家是不是你搜的？是。那天司令让我去找金条，还有其他可疑的东西，这些东西都让我给装箱封存了。我他妈都不知道什么钢印，你从哪儿找到的？ 我不记得了。对，当时确实有两个钢印，千真万确啊！黑娃哥，司令。你去吧。是。 钢印怎么会在你这儿？哥，这个我真不知道。他妈谁陷害我？是不是？他妈谁往我家放钢印了？是不是？胡说！你们四个我一起抓的，关在一块儿。 谁长脚了，跑你家放钢印去？哥，这个我真不知道。这跟我没关系。敢说和你没关系？你知道这个钢印代表什么吗？这个是上海富有银行总裁的钢印，还代表着可以执行该行一切的权利。黑娃，查理的钢印在你那儿只有两种可能：要么你和查理串通好了，把金条给分摊了；要么。 你就把他给杀了，你自己独吞金条了！操你娘个蛋！别动！你们他妈谁陷害我？白月，我，你们说你们谁陷害我？你们他妈说话呀！谁他妈陷害我？说！ 是你设计的吗？王立珍老大的徽章。